好，接下来就请欣赏相声《学满语》，表演者马肖胜、董九立，有请。刚才是两位老艺术家表演一段口风多嗨，叫鼠来宝，没错啊，表演的非常之精彩，哎呀，很卖力气。这个节目啊，您别看它不怎么可乐，包袱少，哎，但是呢，它是很无聊。对啊，您是要捧他们吗？不是，后边是捧的啊，但是不容易，有很多传统段唱这个呀，第一个来说呢。很累，费气力啊！老这样，也是费体力，弹弦子。对，再一个呢，嘴里边啊，老得说着话，哎，不能停，哎，他这一板一眼的不能错落，哎，啊，手上配合，咱这嘴上的合作一定要协调，得利索，哎，再一个呢，还不能嘴松，啊，得有劲儿。什么叫嘴松呢？嗯，就是一边唱啊，一边喷唾沫星子，这嘴不干净，那可不行。嗯，要切实的考虑到头一排观众的感受，啊，这不太不礼貌了。花好些钱买头一排，是弄点瓜子儿，点点茶水儿，哎，来碗茶，喝一半放个听。哎，大伙都知道满了，那一半续上了。哎，所以说坐在后边的观众都是有先见之明。哇，见到。哎，对了，两个人下去休息休息，哎，换口气。对，这回呢，换我们哥俩上面呢，陪着各位继续聊一聊天。哎，我们哥俩。对，大伙坐在这儿呢，怎么说呢？我们这都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小演员。哎，对，跟那些个师哥们比比。名角大腕儿比比，对，像那云子哥的师哥，介绍介绍，现在那都摸不得，要摸呢，这得花钱，所以摸不得什么意思？太红了，红、啊，那什么岳云鹏是，张云雷，栾云平，陶云胜，关云长，这师哥是摸不得，李云龙。连云港，哎，行行行，越说越不像话，打关云长那儿就不对，不是。鸽子哥也有优秀的，您给介绍介绍。孟鹤堂，孟鹤，啊，张鹤伦，伦哥，郎鹤炎，啊，郎哥，曹鹤阳，啊，这叫四哥，玄鹤门，这师哥我抽过，黄鹤楼。这师哥劲儿小，劲儿小，说的劲儿大。哎，下面九字哥，九字哥都九字哥的什么这个张九龄啊，这么大师哥，张九南，对对啊，张九石，咱们姓张的啊，还真是啊，还有这个什么王九龙，这姓王，周九良，夏九流，对，马上接夏九菜。嗯，这都九子哥的，后边这俩没有，后边是肖子哥的，肖子哥，肖子哥的秦霄贤，哎，老秦，没有了，马肖胜，他给灭门了，对，灭门了，你灭灭奶奶，灭郭家门，你灭郭家门了吗？把肖子哥给灭了，我没那么大威力，就一个呀，就一个秦霄贤自己出类拔萃，你自己给，哎。有肖的差的差飞了，我知道吗？这些个都是明星，大腕儿，名气。哎，一般呢，都不在这个小剧场演，哎，档期比较满，都到各个城市的那些个大妓院、大剧院。咱说清楚了，怎么听着他比咱们还费体力？大什么？大什么呀？大戏院，大戏院。这叫大戏院卖戏，我听着还是记着卖艺说清楚，哎，卖艺也卖身，对，大伙来到这个剧场啊，都想看看名角，看大腕，冲名气的是吧？尤其是来到德云社了，谁不想看看郭德纲呢？看师傅是不是？不瞒您各位，怎么样？我们也想看，咱们愿望是一样，我们也看不见，是。作为徒弟的，我得有大半年没见过我师傅了，是吗？
至于我师父是否还健在，我抱有疑问。师父没了，你看看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该我说的了。你师父没了？不是你给说，师父师父还健在？是否还健在？对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是保持疑问呢？是个问号啊？你这一问号，师父死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没得到通知，没人通知这。没得到通知，如果说师傅没有了，那应该是他的儿子通知，郭麒麟长子通知你了吗？没有啊，没通知。次子郭文阳通知你了吗？也没通知。俩儿子没通知，师娘王贵应该通知吧？嗯，通知了吗？也没通知，也没通知。所以说，不是我师傅去世了。啊，对对，老郭姐灭门了。你看，别看我，别看我师弟啊，那个岁数小，但他城府很深。虽然我岁数小，但是我城府极深啊！灭一个萧子哥还不够，非要灭郭门呢？不是灭郭门，那么狠呢、啊？就那么一说的事儿，不要开这，我一说就没有了。我也说就死了，我那么大威力，对不对？这只是一个愿，这是一个愿意它永远不发生的事，对不对？能不能老实？我希望我师父永远的活在我们心里，我们这个世上，哎，别是就是师父的健健康康，哎，对了对了，谁不想看看啊？谁不想调酒于谦？我看看谦儿大爷是不是？这两位这是德云社的领军人物，那可不嘛。当然，话说回来啊，嗯，如果真是郭于二位老师来到这儿，怎么样？现场气氛不一样了，哎，现在很火啊。虽然今天楼上楼下也挤满坐满，但是我敢保证，怎么样？如果他们二位来，您有相当一部分观众买不着票，那票不好抢的，是这意思不是？是的，而且那个气氛呢也很热烈，嗯，不用说。二位上台，就主持人一报幕。嗯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。嗯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嗯，一说郭德纲，这掌声哇就起来了。于谦俩字儿根本听不见，淹没在掌声上。嗯啊，我师哥岳云鹏来了也很了解。岳哥，对，他有个单曲。嗯啊，大伙儿应该都知道，因为宣传叫五环，嗯啊，多少年了都不用宣传，就往台上一站，嗯，显得那个大屁股脸，脸和屁股有点相似，哪儿也不相似，不相似也有就是一点区别，什么区别？少中间一道缝，没有脸上找缝，显得大脸往这一站，嗯。我给您唱一个舞，开了震动，哎，接着又逗呢啊！啊，五环，你比四环多一环。是这词儿。啊，五环，你看来这个歌已经过气了。以前一唱都跟着唱，对，大伙儿没有跟着唱的欲望。当然了，也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名气。还没有互动的，真是岳哥站在这儿，可能楼上楼下、台上台下都跟着大合唱。哎，可不，名角互动，现场的气氛特别嗨。没错，但是呢，今天这些个名角大腕都没有来，对，走上台的是我们小哥俩，还生兵蛋。再看台下怎么样，此起彼伏，都是嗑瓜子儿的声音。怎么那个瓜子到了我这就那么好吃？就着您好吃。昨天我说完了一鞠躬，嗯，底下有个大姐还喊喊什么呢？再来一盘。大姐上这儿吃瓜子还没吃够，头一次听说吃瓜子没买票。当然了，嗯，小学员呢是也有好的，嗯，对吧？脖子里拔将军吗？有那拔高的，哎，对了，嗯，你看我们俩往这一站，怎么样？您瞧这个，我这，您瞧这，这就是矬子里边的矮子。他这包袱啊，老这么巧啊！我矬子里矮子，我没拔出来。为什么要拔出来？你说这拔将军那才捧人呢，
拔将军，您就是脖子里边的将军。哎，我是那将军，是不是？将军，哎，他就是那个铁甲将军。哎呦，我这怎么样？您夸我，夸我，当然得夸了，夸一半儿。就是我师哥，也是九字科的。哎，我有个九字，是不是？嗯，您叫什么？介绍一下。你不认识我呀？我别，我不认识，大伙不认识。您自我介绍一下。自己介绍点心胸啊哈，就穿着衣裳介绍。不介绍，谁脱了衣服介绍？那羞羞什么呢？我就害羞的自己介绍，一般都逗哏演员介绍吧。不是，逗哏的介绍是什么呢？嗯，这逗哏的很厉害，带着捧哏的。哎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搭档，这不咱不一样啊。这是杨明，您带着我，嗯，介绍。哦，您自我介绍。行，哎，我叫我荣九立啊，这是我的艺名。好，没有影响，我死了。是个名字啊，嗯，很有代表性。哎，什么代表性？叫荣九屁。这个演员是一个，这不是代表性，这是味儿大呀。人董九屁，董九立，董九立，嗯，九字科的，嗯，演员。哎，对呀，这是我师哥，没错。按理来说，嗯，师哥比师弟的能耐要大。哎呀，嗨，按理来说，逗哏的比捧哏的能耐要大。就来的早那么几年，哎，为什么我师哥能耐这么大？为我捧哏，原因对我的关心。这个交情，对我的爱，应该对我的帮助，那不敢当；对我的提携，哎，严重。当我得知今天是我师哥给我提携的时候，嗯，我特意换了手袜，不先用汗脚啊。哪个提携？提携帮助，提携帮助，嗯，提携上进。嗨，你们谈不上，互相学习，不别互相学习，互相学习。我向他学习，你向我学习什么呀？啊，相声艺术啊。哎呦，我这还能成立艺术？对，相声艺术。哦，那相声站在这就说话吗？聊天对吧？逗您开心吗？嗯，当然呢，我们还要掌握各个地方的语气。哦，就是学说话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方言吗？哎，对了，你比如说吧，我们老在这个北京待着，嗯啊，北京话，北京话有了解吗？北京话就是普通话呀。啊，不，北京话是北京话，普通话这有什么区别？嗯。就拿您这个玩意儿来说，哎，啊，这玩意儿，这个东西，什么东西呀？这个怎么说？就这个部位。好，这个畜类。嗯，拿这个畜类来说呀，我这还是我是畜人嘛。这畜类什么？这个部位，那这个就是叫什么？这个脑袋呀？什么？脑袋？脑袋？对呀。这玩意儿让逮，不是让，是让打，一逮就漏了啊！脑袋瓜儿，脑袋还长个瓜儿，不是，那可能是外置的肿瘤。充电宝那好看吗？脑袋瓢，脑袋瓢，脑袋壳，您怎么还长壳了呢？这是你在闯祸。我跟您说，您这都是北京，我这不叫普通话。哎，普通话就一个字，哪个字？头。啊！我活33了，我不要照我这个叫头。头啊，怎么这不一样啊？哎，不一样，有什么区别？你比如说去理发店，嗯，哪位师傅有功夫啊？嗯，您给我推推头。啊，这么说，对不对？我要您要推头啊，你是来个背头啊，是分头啊，是小平头啊？都这么聊，说脑袋瓜一样，脑袋瓜一样，一样。哪位师傅有功夫啊？你给我推推脑袋瓜儿，这个还得问了。要您要推脑袋瓜儿啊？你是来个背脑袋瓜儿啊？是分脑袋瓜儿啊？是小平脑袋瓜儿啊？这好听吗？有点贫瘠，不好听。北京话就这特点，比较啰嗦。哦，说他很长。是啊，你看老北京住四合院，对，比如说哥俩，一个住在东厢房，一个住在西厢房，离得近。晚上啊，有一位要出去到胡同上个厕所，都得去公共厕所。这边门一响，那边发觉了这一对话，就很啰嗦。您得学学，我学学啊。嗯，门一响，那边发觉了，是吆喝，吆喝，先得来个感叹词。我补充一个，吆喝，那屋咣当一下子门响，黑天半夜的，这是谁出来了？一声都不言语，怪吓人的。嚯，这够长的。那个回答也不，那怎么回答、啊？是我您的哥哥，我出来撒泡尿，没有别人，没有外人，您歇着您去吧，您呢？太紧了！哎呦，你呀、啊，出来可得披件衣裳。现在天凉了，一冻着感冒发烧，你可就上不了班了。还得关心呢。啊，没有事的哥哥，我这披着衣裳呢，我撒完尿，我赶紧就回去。有什么事咱们别见您的。
四句话，嗯，够200多字，是挺啰嗦的。有这功夫我都跳4操了。你瞧瞧肾去吧，跑什么？有这功夫你能跳4操？对呀、啊，你跑这做记号去了。你是为吗？你这我就说呀、啊，他们这个话呀太啰嗦。对，聊的是这一句。普通话也是四句话，16个字就能解决问题。哦，一句几句话？四句啊，那一句话才4个。哎，对的。那听您这边门一响，那边发觉了。哦，这是谁呀？4个字，这是我呀。哦，你干嘛去？是，我撒泡尿。你看，是，解决问题。哎，还真是，这就很快。但是呢，嗯、还有比它简单的。这挺简单的。嗯，还有了，哪儿啊？山东话。山东说话比这简单。对，4句12个字，一句话才3个。门一响，8节了。嗯，这是要有人。我一会儿话剧班，一会儿要有人，我干嘛呀？山东人起粗。哦，对吧？你能起粗？哎，你看你要标说话，对不对？嗯、对，标说起粗。嗯，解释谁？咋解释我？上哪去？嗯。上厕所哦，还真是。那这个山东人说话最简单。然后还有比他简单的，哪儿的人？就这天津人，天津卫啊，4句8个字，一句俩。哎，这一想发觉了，嗯，谁呀？我呀？干嘛？尿尿。是不是？这是简单的，咱天津人说话最简单。还有比这儿简单的，哪儿的？河南话。河南人怎么说？4句4个字，一句一个，没想发觉了。嗯，谁我抓鸟？这听着听着还挺熟的。是，那河南人说话最简单。啊，还有比这简单的，哪儿呢？聋哑人。哎，那够吧，直接尿。哎，直接尿，直接不说话，得去厕所。这个就说什么呀？各地方的方言土语不一样呀。我们就是相声得学各省市的方言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在北京嘛，待的时间最长。嗯，对对，北京话呢，咱们呢比外地的呢，哎，都习惯。嗯，说的次数更多。哎，你比如称呼人来说吧。嗯，哎，您是姓董？我姓董，比如说排行第二。嗯，我也叫董二。哦，老叫我董老二。哎，董小二。董老二多难听，就这么说。董小二。哎，咱这样叫一回呢。哎。我就叫一回，叫一回，嗯啊，这是北京城里，北京城里是是，要到了郊区就不一样了。您说的郊区是？你比如说到了通州区，就叫个了。我过去叫通县，哎，叫二董，二董，哎，就这叫个个，没注意吧？表演一回，表演一回，表演，你叫我吧，不叫你，叫我啊，嗯，比方，比如说我姓张，嗯，来，排行呢？排行第二呢？嗯，二张哎，哎，我爱听。您就爱叫啊，他显着高叫高大呀。比方说，我姓李，二李，哎，我爱叫，您爱叫。你看关系熟了。比方说呀，我姓王，二王哎，哎，我爱叫，哎，我也爱叫。比方说，我姓叔，二叔哎，哎，我爱叫，我不爱叫。您适应谁？不是我吃亏了。了我吃亏，哪有姓苏的呀？有姓苏的，哪有姓苏的？老舍，老舍姓老啊！大伙儿笑了，一点文学常识都没有。人家老舍这是个笔名，原名姓苏，叫苏老舍。苏老舍，苏敬春，哦，字舍宇，对吗？也对，还真姓苏的。姓苏的，啊，有姓苏的，啊，那你这样，你为念叫回，我叫你回，你叫，比如说你姓张，二张哎，哎，我乐意答应。比如说你姓王，二王哎，哎，我也答应。比如说你姓李，二李哎，哎，我也答应。比如说你姓沈，二婶哎，哎，怎么到我这儿改二婶了？什么叫有姓苏有姓沈？哪有姓沈沈哪有姓沈的？沈从文不姓沈吗？我说这你都不知道吗？二婶儿，这都不知道。这就是什么呀？嗯，北京人就这么称啊。你别说，他还真研究。到天津就不一样了。天津呢？天津呀，人很客气，嗯，讲理啊，嗯，爱称呼人为爷，姓张张爷，姓李李爷，是吗？姓董董爷。
我这叫了。哎，被叫那个他不能失手，不能占这便宜，那怎么样？回大叔来，一长串的也这咬活的回去，一长串儿。哎，来一回，还来一回，来一回。我不懂这老理，来，来，您要懂了，我叫您啊。那行行行。呀，董爷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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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。哎，这么好，也是高叫高打。就是之前，现在呢，咱们这个生活节奏都加快了，是一长串时间太长了，效率低，仨字就行，仨字行吗？来，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总爷，爷爷爷，哎，我也喜欢打。有的人呢喜欢干脆，怎么干脆？干就是一个字，简练。哎，来来来，总爷，爷，哎，都行，啊，一个字仨字都俩字儿。哎，就差俩字就差，为什么俩字就差？俩字不行，嗯，俩字行不行？也可以，也可以吗？来呀，来一回，来一回，董爷，顺带，哎，少数民族的语言，我也有研究。少数民族也是。对，那我随便考考你行吗？啊，我随便考考你。随便考考我。对，你想考哪个呀？都行吧，少。你看呢？蒙古话。蒙古话。你去过蒙古吗？没去过。我会说。你打算蒙我是吗？我不打算蒙你。嗯，蒙古话呀。不一点儿，不太多。您要去了，可能您也就学了。啊，我就您会一点，我跟您学啊。那可以，您问吧。那我给您请教请教，您问吧。那说这打招呼，这咱经常用的，你好怎么说？你好，闷的了闷的，别动，你怎么假的呢？闷的了闷，这也不知道咱哪边有没有蒙古族朋友，还有蒙古的呢？哦，没有吗？对吗？一个也没有。天天还是蒙古人，蒙闷闷的了闷的了闷的，要上蒙古的我就不说了。行行，那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起了闷的起了闷的，起了闷的起了闷的。哎，好，这些就是齐了吗？放一块儿吗？哦，这字数就多了，齐了闷的齐了闷的。那全国人民都好，全国人民通通的闷的了闷的，通通的闷的了闷的。这我好像听懂了，这个听着像日语。不是，怎么能通通的闷得了闷呢？那应该怎么着啊？不是，我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，就怎么着吧，就怎么着吧。我别回去记忆是吧？不是，这个呀，虽然说呀，它确实不是。哦，不是你教我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没听说去，你真到了蒙古了，碰见蒙古大哥了，要大哥您好啊。嗯，嘿，好，全家都好，全家都好，全国人民一向可好？你是蒙古太子啊？说不上这话呀！我意思录个抖音，保不齐给大家拜年。用不上，用不上，换了吧。那就这个，走走，耶格里耶，你们再来一遍。耶格里耶，耶，我说的没有那么恶心。那就跑吧，好，起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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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蹦起来跑呢？妈个呀！还是骂我呢？我就应该骂。这我听懂了，你这我应该骂你。你凭什么骂我？蹦起来跑，嗯，蹦起来属于腾空状态。对呀，他怎么跑？来，你蹦起来跑一个，我看看。这空走啊！这是猫和老鼠看多了，是跳一让，别问了，不合理。生活当中常用，哎，吃。啊，吃吃，扒一地，哎，扒了一地，扒了一地还吃什么呀？我扒了一地吧，扒大一地，扒一地，扒大一地，哎，那我吃肉，吃肉怎么说？怎么说？马大一西，中华，你是不是笑话啊？不是，我们看你这表情，你刚才是不是表情怎么着啊？马大一。这蒙古人干什么说话还嗯啊？这还是肉和吃饭哦，肉多香啊！得大口的使劲的嚼，这是叫啊！哎，蒙古人说话容易脱臼，啊哈一些。哎，那我吃细乎点行吗？哎，细乎点吃粥啊？不，我就分类吃，分类的来。牛肉，牛肉，嗯，大鸡牛马，哎，您
天南半点大鸡酒马嗨，大鸡酒马嗨，我是不是听懂了呀？大鸡酒，那羊肉呢？羊肉是小鸡条马嗨，那鸭肉呢？啊，鸭肉扁嘴子马嗨，那鸡肉呢？尖嘴子马嗨。我要知道，合着蒙古人啊，吃肉都打脸上了。哎。我吃骆驼肉，骆驼肉是两个分包嘛，两个分包嘛，麦当劳嘛，那是不是也可以叫京东麦嘛？哎，哦，那我吃蛇肉，蛇肉是曲了拐弯嘛，曲了拐弯嘛，哎，那我吃企鹅肉。你有病吧？我有什么肉？我吃企鹅肉，企鹅肉，对呀、啊。企鹅生长在哪儿啊？企鹅生的南极，南极企鹅在南极。嗯，怎么跑到蒙古让蒙古人溜达？小企鹅怎么了？溜达到蒙古，溜达呗。小企鹅背个竹篓，里头放上鱼当干粮，徒步前行，是奔着蒙古就出发了。南极到蒙古，企鹅大伙都见过吧？这么高，腿儿这么点儿，还没走到赤道呢，大胯都摸没了。那也得往蒙古走啊，蒙古人等着吃呢。没腿怎么办？拿两块砖头往前蹭。一虎狼的人在外想念你，谢谢。高人一生平安呐、啊！别说，还真有点遗传性。辽阔的蓝波呀，谢谢。没有。我能问您个问题？怎么了？您是不是平时比较酷毙？我就问你 ，QQ 这个，你还不如直接说 QQ 马哈伊就完了。QQ 马哈伊，对不对？要不还是师哥有能耐呢？对不对？还是师哥有能耐。这人真是的，我就问你企鹅肉，你给我讲这么多，这个就没说。你这就蒙事儿了。你要这么说，那牛肉你也可以闷闷马哈伊，那羊肉可以绵绵马哈伊，那鸭肉可以嘎嘎马哈伊。那鸡肉呢？那鸡肉可以干嘛？根根啊，来呀，马哈伊！哎呀，要是家里没干这个，他能知道幸福？咱们别有病，不是有病，咱们别。我这个，我刚才我提醒我的伴儿了，懂一点皮毛，你还越问越大，越吃越嗨了，还是企鹅肉呢？骗子！对呀，最擅长不是这个，哪个？鳗鱼。鳗鱼，我就是还有鳗鱼，鳗鱼您会啊？什么叫会呀、啊？鳗鱼的精通，自打满清入关到现在300多年，满汉杂居住在一块儿，是不是啊？是是。好些个满族人呢、啊，被汉族人都同化了。哦、嗯。哎，他自己儿都不会说鳗鱼，他自己儿都不会。你那自己儿是鳗鱼吗？不是，自己儿，自己儿，对，他自己儿，自己儿也不是鳗鱼、啊，他没这话，对不对？哎。就是他自己都不会说满语，满语濒临着失传，是吗？那可不没人说了，可不失传了吗？这是研究的什么？哎，我把它挖掘整理记上下来了。你挖掘这，你相声演员挖掘这干嘛呀？干嘛？老伴说物以稀为贵，会的越少就越值钱。哪儿值钱呢？哪儿值钱？北京有一个语言研究所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，您在这儿工作？什么？我在这儿工作干嘛呀？那儿有一个张会长。又姓张，哎，给我打电话了。给您打电话干嘛？对，有人问了。嗯，这语言研究所里边为什么出来个张会长呢？是啊，所里边怎么出来个会长呢？哦，因为这是个会所。我打电话了。阿老，您刚才是说了一个窝窝。语言研究所出一个会长，对，所以他因为他是个会所啊。怎么干这么些年这包你没听过？这给我说的。哎，给我打电话了。嗯，让我过去搞一个鳗鱼讲座。讲完之后不算完，对，挣钱。录一个对话小视频作为资料，他们要永久保存。哦、哎，人说不让我白去，那
给点车马费，给多少？给人民币50万美金。那是人民币也是美金呢，是钱。不知道是钱，哎，就是给50万美金，那么些的人民币，你算算能活着多少？太多。我算这个干嘛呀？我算这个嘛，就是钱就完了。些钱了。不少，不少了。哎，您这个钱，您挣到了吗？没挣着呢。怎么没挣着呢？因为讲座呀，我可以去。嗯。对话小视频得俩人嘛。嗯。俩人啊，我现在少一个搭档。我的搭档呢，今天早晨临时出了一点事情。什么事儿？让卡车怼死了。我真不幸呢。对。但他最不幸啊。对于有的人可能是个机会呀、啊。您现在找着新的搭档了吗？没有，我搭档死了。那您对搭档有什么要求吗？是人就行。那您看我行吗？就行吗？不自信。你跟这鱼多一个毛病。不自信。你不得是人，是个人就行。哦，我没听他啊，没听吧？就是那我行是吧？你可以，你不是怕您保守，您愿意教吗？因为有的人一怕这分钱的事儿，是这样。您愿意学吗？我肯定愿意学，挣钱的事儿我愿意学。愿意学，嗯，你愿意学，我就愿意教。行吧，在座各位都是见证人啊！你今天磕头吧，嗯，拜我为师。磕头拜我为师，别呀，别，我别磕头了，不磕头拜我为师了，不磕头拜为师，不拜师了。我有师傅，你有师傅，我有师傅，不灭门了吗？我怎么灭门了？灭门咱俩就都没了，知道吗？没有，咱就这样，你也不保守。我教教，我跟您学，行吗？嗯，设计一个情节，什么情节？这儿啊，就是满清时代的一条大街。哦，这就是大街。这大哥也想学吧？这大哥提醒我呢。是，咱俩都是满族人了。嗯，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，一打招呼，咱们对话开始。哦，咱就碰见，行吗？那我就跟着您学，来吧。行，来，一碰就开始。谁来？阿克。阿妹，什么呀？一脸淫笑。不是，就是阿哥。阿哥这是满语，不是汉语。阿哥就是哥们儿、兄弟，就好像英语的 brother。Hi brother。啊，我操！您是不是刚才骂了句街？没有啊。What's up? What's up? What's up?咱不是学英语。哎，那我说什么呀？我说问问你。我说阿哥，我说你别我咋那么英语说买。我说阿哥，阿哥，我说阿哥，你叫我阿吗？我他妈看到《还珠格格》了，《还珠格格》这有什么关系？我看我那里面老用这台词，什么台词啊？阿玛啊！我又丢一个，不是，那你也叫我阿哥吧，哥们儿弟兄相称。这满语还得线上，行不行？行行，哎，对话都行，我这儿啊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塞，阿哥，阿塞，阿哥，阿塞。我操！不给老子们，咱演不了了。我不知道，你愣往下问，我哪知道啊？我说阿哥，你说阿哥，嗯，我说阿哥塞了，嗯，大哥你好啊，我回答塞，塞。我今儿老像日本味儿的，好就是好，哎，你问我好，我就说好。对，你说那来，我这骂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塞塞，郭德纲塞塞，郭德纲塞塞，郭德纲塞，阿哥，你还不说我是阿哥？我就喜欢这。
北的。我说阿哥，你说阿哥，我说阿三姨，你说三姨，我现在说波乐哥嘛，三姨，你们全家都好啊。我这我全家都好。哎，我怎么说呀？哥嘛，三姨，这什么意思？都死了。对，有这么聊天吗？都死了呀！我说都死了，我得全家都健康啊。都好，对呀，都好怎么说？哥嘛，三姨。真的话，等我理解一下啊，哥嘛，三姨，我们全家都死了。哥们三姨，我们全家都好，这不一样吗？这个不一样，哪儿不一样？语气不一样，语气不一样，表达意思就不一样啊，完全相反。那不行，你不用说满语，汉语也是一样的吗？汉语一样，你骂我，你骂，意思一样吗？是不是？阿哥。阿哥，阿三爷，三爷，波老总，三爷，哥们，三爷，爱白菜，嘿，没到那儿，爱白菜，啊，爱白菜，爱白菜，啊，酸黄瓜。酸黄瓜，矮白菜就问您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哎，干嘛去？哎，干嘛去？我就跟你遛弯，我不干嘛去啊？那我应该回来。骂几个白菜？哦，骂几个吗？怎么了？骂几个白特比？骂鸡？骂鸡？不是骂鸡哥，骂鸡哥，骂鸡哥，掰特比，掰特比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出去溜达溜达。等会儿，骂鸡哥，掰特比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小手歌怎么这么短？我的就用不着啊！骂鸡哥，掰特比，是吧？对，就我遛弯儿去。哎，对，行啊。阿哥，阿哥，阿哥三爷，三爷，我那个三爷，哥们三爷，矮白菜，骂鸡哥掰特比，你信你还不信你，把我往里面撒个屁，鸡屁，废话，你这谁听得懂啊？谁听得懂啊？你一个比一个难记啊！你还缺我钱？你挣不挣钱了吗？跟钱跟你好记，那不谁都能来了吗？这是我的词，对不对？那谁都来了吗？记不住了，记不住那是我的词儿，你记什么？记你的词儿，你记你的词儿。那我管什么意思了？你记你的词儿，我什么词儿什么词？王爷拉裤，王爷拉裤。怎么在拉裤了？这是上厕所的事儿，不是满语，不要拿汉语思维理解它。王爷拉裤，王爷哦，知道王爷拉裤，黄爷拉。哎，词儿对了，嗯，语气不行。这是一个最喜庆啊，最祥和的事儿。哦，这是个祥和的事儿。对，你呀、必须用最高兴、最兴奋的状态把它表现出来。高兴兴奋，你要但凡有一点不高兴啊，你们家全死。拿枪，收拾他。哎，欢迎来。我不知道您这么好脾气，我就是。我要知道您这么好脾气，我这不会拉裤，我这我都告诉你。
你不帮我上，那你告我。你不就问这比心眼比心眼不这嗓子什么意思吗？哎，就这个，就是把你过继给我当儿子。问你这个，你不乐意？这不是占便宜吗？生气，生气，你是孙子，我。那不就矮一辈儿？哎，对对，那你活一拉裤，活一拉裤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